火山还在那呀。但是爷爷万岁，但是爷爷万岁。好好好。孩儿们，你们中间掺了个什么东西，把它给我推上来。哎，你们不对我呀。说你是个什么东西。我不是个东西。不，我是个东西。不对，我不是个东西。哎呀，我是个兄弟。不过我是个兄弟，这边不是个东西。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来，你过来，让我好好瞧瞧你。快点学过来，你学吧。你是我的打比斯。哦，我记起来了，你是猪八戒。对，我就是猪八戒。你不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，到花果山来干嘛？嘿，好高呀，师傅想你了。那我来寻你回去。不可能，师傅对天发过誓，他不会想我的。是真的，师傅想死你了。好高呀，跟我回去吧。哎呀，冻死了。不着急，我先带你在花果山转一圈。好高呀，什么花就回去吧。回哪去呀？我可不去，我在花果山逍遥自在，我开心做我的美猴王，我哪也不去。你不跟我回去。那好，那我说了，拜拜。哎，你这呆子，给我回来，快说实话，师傅是不是遇到妖怪了？没有人说师傅就是像你了。哎，八戒呀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俺老身身在水帘洞里，心在取经路上呀。师傅要是真的有难，你可一定给我诚实说明白了吗？好高呀，你说的跟真实呀。真的有妖怪的，老大的妖怪的。妖怪把师傅变成老虎了。谢谢你师傅呀。气死我了，八戒，我这就跟你回去捉那妖怪。